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教大家三种非常实用的一个收绳结的打法。首先，第一种消绑收绳结，绳头形成这样的一个绳捆，找到绳头位置，在绳头的上方将绳头打一个半扣，将半扣按压在绳捆最上方，向后方翻转，下方取出半扣，打一个半扣塞回绳耳处，塞回后方。大家翻转一下，大家看一下后方。后方形成这样的一个节点，只需要用力拖拽，受力时快速形成一个节点，这样系起来是非常牢固的。将绳耳处挂入铁钉上方，这样收绳结是非常的实用。接下来第二种，绳头位置对着绳捆进行缠绕，缠绕两周之后，将绳耳打一个半扣，塞回上方预留的绳捆中，从后方掏出绳耳，套出绳捆上方，这样只需要拉紧受力，整理一下，向下，整理一下节点，形成的绳捆是非常的实用的。这样的收绳结，整理完的绳子捆在放在一起，不易被打乱，解绳也是非常的方便。